我是来自 Cross Time 的彭灿辰，来自上海，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团体，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，然后喜欢我们，谢谢。十一名成员穿白色西装，一字排开，声势惊人。大陆最新本土偶像男团 X Time Boys 正式出道，号称全是95后的美少男。但仔细看，有成员脸型过方，身高不到170公分，韩系发型不太搭。有网友批评他们颜值跟偶像有落差，说不应该叫 boys， 应该叫 uncle， 本土味很浓，大概没有整形，可以叫未整天团，看的眼睛都受伤。但也有人支持，认为他们长相突出，有发展潜力。但再怎么火，恐怕还是赢不过之前一出道就引起热议的 Sunshine 组合。Sunshine 成员曾被网友毒舌外貌不符合演艺圈标准，堪称史上最丑女团。最近三个团员退出，新成员很漂亮，却又被批评失去原味。其实美丑与否见仁见智，靠才艺实力才能走得长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